boss 哥，大佬神父，香港呢只烈酥得力酥柠檬糖，就确系好嫩野味果噃，入口酸酸美美，酸到入边啲葡萄糖，鬼整佢老母啊！果屎又甜到入心入肺，买多啲番曼谷用嚟氹女仔就知爽架啦。可惜买得鬼死咁拉嚟，成六个银钱咸笼只得过50克，十粒糖仔咁多多。Abraham 细佬，呢只 deso 德力酥柠檬糖向中华民国54年尾开始喺香港卖，有果间向中环电车佬门牌71号联邦大厦19字楼美国粟米产品公司，董事长系黄仲明。广告部主任是伍妙玲小姐，用花旗来老葡萄糖做糖心，午夜弹又唔胶住个喉咙。等我又行返长澳直拉你返返旧屎果树买啦，旧摆一包有12粒，仲大粒重青个依家价。中华民国59年卖5毫煮一盒炸，6个银钱买成打，1元罗果12个汤盒。翻铺豆可以换个值1个银钱嘅皮做碎纸包，曼谷仲未有八达通，用佢装住成堆神沙去坐巴士车就永无甩碌啦。或者向中华民国61年圣诞，科三鸡市卖6包，换张起飞，招呼你死落铁岗明爱中心，睇翻出匈牙利马戏影画。Boss 哥，大佬神父。几乎香港过啲乜七运动，烈酥、德力酥都出嚟赞助礼物，好似波龄球、乒乓球、单车、长跑，我哋参加埋一份，赢捻咗嘅话唔使银纸咯。